GT Science 的所有产品都是以实验室安全和研究人员的健康以及保护地球环境为中心进行的。到目前为止，不仅在韩国，在海外也一直保护着很多顾客的健康和安全。 IoT 完全密封型冷藏式机柜，通过获得专利的冷气循环结构，不仅可以维持均匀的冷藏温度，还可以适用于有害气体净化技术和基于 IoT 的产品，进行更安全更有效的试剂管理和追踪。安全高效的冷藏系统， GT Science 的 IoT 完全密封型冷藏试剂柜利用了两个高效率面板，可以安全地进行试剂冷藏保管。通过高密度聚氨酯和二重加热玻璃冷藏过程中产生的凝缩水自然蒸发方式，同时确保试剂的冷藏质量和使用者的安全。TOGA 过滤系统适用于 IoT 完全密封型试剂柜的 TOGA 过滤系统，最大效率地去除实验室保管的试剂中产生的有害气体，具有更长的寿命和效率性。另外，根据试剂和实验室的特性，可以提供最优的过滤项目，可以更加安全地保管试剂。基于 RFID 的 IoT 技术，为了将试剂处理管理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故可能性最小化，同时提高试剂管理效率，在触摸面板和 RFID 基础上搭载了 IoT 功能。通过 RFID 技术的用户管理，只有注册用户才可以使用试剂柜，并可以管理使用记录。通过识别试剂瓶上的 RFID 标签，可以追踪管理试剂的放入、拿出、保管和废弃等所有记录。当试剂放置保管时，根据物质间反应的性状分为六类，并向使用者发送通知。所有这些功能都可以通过用户的智能手机或网络应用程序实时查询和方便管理。